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29次佛学答问。首先呢，由网络学院的同学提出了20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年人的日子其实所剩无几，应该把握时间用来享享清福才对，为什么要用来念佛？那我们要问呢，什么叫清福？提问题的人可能不在此地，这是网络上的。你应该晓得什么叫清福，这两个字怎么讲法？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的大众，在工作的时候，现在工作都很紧张，他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退休之后，工作没有了，那不是享清福很好了吗？可是退休之后，我们看到两种现象，一种就是杂念太多，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想到自己退休了没有用了，感到很哀伤啊。另外一种呢，就昏沉，倒是妄念没有什么，精神提不起来，这有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呢，让这个人呢特别容易衰老，我有很多过去的同事朋友，退休下来之后两年没有见面，再一见面好像隔了20年一样，一下衰老了，都叫我们很难认识了，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忧能使人老，晚年轻福要很快乐才行啊，所以儿孙满堂孝子贤孙呢，那才有轻福好享，真有的能享一点福。可是现在人呢，我看很少有这样的福报那么再说呢，在没有福报的人退休下来之后念佛倒是真正享清福在念佛堂为什么呢？精神有一个寄托人生的目标转移到极乐世界这个清福是所有清福里面第一清福，无上的清福，能够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不但呢他不容易衰老肯定他的心情愉快精神饱满给那个不念佛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念佛听经呢，是晚年最好的幸福那么如果是能够有一些同修在一起共修，那就更好为什么一个人修这个往往容易懈怠有几个人在一起修彼此互相勉励有时候来讨论佛法，交换学习的心得这样提往往会提起学佛的兴趣彼此都能够长进所以大众在一起学习有它的好处一个人除非的时候
他真的是好学啊，勇猛精进，不懈怠，那个心在一般人的时候一定要是依众靠众啊，就是我们要依大家，要靠大家啊，大家在一起学习。这个古人建道场啊，建念佛堂，用意就在此地。第二个问题是，年纪一大，身体越来越不中用，拖住这样受罪的身体还能修佛吗？这如果可以，什么方法最适合啊？如果是对佛学有相当的基础啊，有相当的认知，念佛就好啊，专心念佛。我在大概在20多年前在台湾南部讲经，在屏东遇到一个老居士，那个时候好像84岁，身体很健康啊，过去也是做官的，地位也相当高，退休了，一天念30000声佛号。他告诉我啊，他曾经参过禅，也学过密啊，他想想的时候都不行，都用不上力了，最后还是说念佛好啊。他就告诉我啊，每一天呢他念30000声佛号。我说你怎么念佛呢？他走路，走路是运动啊，啊，住在乡下了，在乡下这个田里面，稻田里面呢，啊，他走一步一声佛号，那么30000声佛号啊，他就走30000步啊，所以84岁身体很健康啊。我说这个老人的这个修学方法了，是很值得年岁大的人学习的。啊，为什么呢？心要清净，养心要静，养身要动啊！啊，身体是个机器，如果不动啊，它就生锈了，它就坏了啊！所以一定要动。你看，我们常讲呢，活动啊，活就要动，不动就活不了了，是一定道理的吧？你看中国这个文字，它很有意义的。啊，所以你动啊，你就会活了；你不动啊，你就活不了了。啊，这个活动，那每一天的时候，年老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做嘛，精行最好。老年人最好的运动是散步，啊，所以他一天有这么长的时间去散步啊，好，非常之好。啊，这个一步啊，一声佛号，哎，计数，啊，用念珠计数。那通常我们念珠一串是108，啊，10串就1008，啊，你用这个念珠计数，计数啊是防止懈怠，啊，防止懒散，啊，所以它有这个好处，啊，计数念佛。第三个问题，他说孩子整天为自己事业忙碌。自己想帮忙啊，却又使不上力，请问念佛可以帮助他们吗？可以啊，你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真能帮上忙啊。你要问为什么，你看看那个江本胜，连一杯水放在这个地方，我把意念给他，他都产生变化啊，你从这个科学证明就知道啊，我们的意念呢可以加持别人啊，那个念佛是最善的念头啊，啊，可以真的帮他消灾免难，帮他事业顺利啊，啊，这个不是迷信的，啊，确实，是由科学证明。那么江本博士他的这些著作也都有著作权啊，
都有著作权，所以我们不能够翻印啊。如果没有著作权，我们就大量翻印的替他宣传了啊，所以我们只能口头介绍啊，而没有办法翻印他的东西啊。但是他书里面呢，有几张啊很好的那些照片啊，我想把那几张照片拿出来了，将来我们把它放大，让大家看看啊，可以增长信心的啊，这个意念的价值啊。第四个问题，他说：“我很想学佛念佛，可是又担心旁人笑我迷信，该怎么办？”这个是你太多余了啊！什么叫迷信啊？这个要搞清楚啊！啊，他说我们学佛念佛的人是迷信。佛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本身不知道啊。啊，为什么要念佛？他也不晓得。哎，他说我们迷信呢，他比我们加一倍的迷信呢。我们对这个没搞清楚就相信了，是迷信没错。他对这个没搞清楚，他说我们是迷信呢，他是迷迷信，加了一倍呀，这个要懂得了。啊，这个有一次，我还没出家，啊，在这个啊那个时候，清净李老师。在这个慈光图书馆啊，我在那边，老师分配我在那边工作啊。50年前的事情，啊，那么有一个基督教徒啊，年岁比我大。啊，也是安徽人，是同乡，啊，他是不远，这居里不远有个教堂里面的信徒，啊，有一天到我们图书馆来，看到我，啊，就来劝我，啊，说佛教是迷信，啊，说了一大堆，啊，基督教好，啊，我们老同乡嘛，我就听他讲。足足讲了2个小时，哦哟，能言善道啊！啊，他讲我就点头，啊，哎，这个讲了很久了，我倒一杯茶供养他，请他坐着慢慢讲。讲了2个钟点，他给讲累了，讲累了，讲累了，他休息了，我就身边呢，我就请教他，啊，我说如果。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啊，是不是先要把文章看一看再批评啊？他说对呀。哎，我说你老人家批评佛教，批评2个小时，你有没有看过佛经啊？他说没有。我说我们图书馆每个星期三呢，老师在这边讲经，你有没有听过啊？他说没有。我说你胆子真不小啊。那个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因为阅览室嘛，还有很多人在。我说你说这些外行话，你不怕那些人笑话你吗？我这一说满脸通红，赶快就走掉，就走了。我们图书馆还有一些同学呢，哎，我这一套把他赶走之后啊，他们就说，哎呀，我原先看到你呀，一点招架的能力都没有，还人家说你坐在点头。我说是啊，等到发足了，这一棒打下去就提不来了，他这才行啊。你一听他批评，全是外行话嘛，完全不懂嘛。
他不懂得下批评吗？让你批，批到最后，我来问你，你有没有资格批评？不，这人很不错，很难得。到第二天，他把他教堂的牧师带来，很客气，到这个地方来，啊，我们也交了个朋友。我说要我欢迎你批评，我给了个牧师说欢迎，你能够把佛教批评到一文不值啊，你救了多少人啊？啊，这些人都是迷信的，你把他救过来，功德不得了啊！但是怎么批评呢？要研究佛教，要天天来听经，是不是？你不天天听经，你不天天研究这个佛教，你怎么知道它不好？啊，是这位礼业佛塔佛人呐、啊，啊，哪有可以随便批评的？啊，所以这个不要怕人家说迷信，他比我们更迷信，啊，你把这些话告诉他，哎。你要说我们迷信呢，你先把佛经念通，啊，这个讲经地方天天去听，然后再看看他是不是迷信，啊，你才可以说话。你不了解，你说迷信错了，你说不迷信也错了，你简直没有资格讲话。啊，这个就对，这理要讲清楚啊。第五个问题，年纪越大越接近死亡，虽然嘴里不说，心里却整天担心着，说念佛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样的恐惧吗？没错，哎，念佛的人念到功夫成熟了，没有死亡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你真正要是懂得啊，要是依教奉行，我常常讲啊，第一个你健康，你不容易衰老啊，不容易衰老啊，啊，青春永驻啊，啊，不用衰老。第二个你不会生病，第三个是你不会死，往生极乐世界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啊，死了就去不成了啊。你看往生的人，在他走的时候，他告诉他身边的人，我看到阿弥陀佛了，他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不是讲得清清楚楚的吗？他去了，这个身体都不要了啊，就像衣服一样，旧衣服一样脱了不要了啊，他跟他去了。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 啊，所以死了就麻烦了，哎，死了去不了了，哎，活着去的真的是往生啊，所以这个送往生的人这一点要注意到啊，就是他在断气之前他自己说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他就那是真的啊。如果在断气之前他没有这些话啊，没有这些话，虽然念佛念的功夫很好，不一定往生啊。走的时候，走了以后啊，他这个身体啊，瑞相啊很好，你看全身是柔软啊，脸上的颜色都很好看啊，很正常，不一定往生啊，但是可以肯定呢，他不是升天呢，就又到人间来了，这人天福报啊，到人间来的时候，他来生的福报一定比这一生还要好啊，所以到人天也有瑞相啊，那个相很不好看的时候，那都到卧道去了啊，到卧道相不好看，身体僵硬。这个就是死的走的时候他有恐惧啊，真正念佛的人很安详，临走的时候没有恐惧啊，这个就是学报之后啊能看得出来啊，但是往生确实不容易啊，往生呢
一定要具足往生的条件啊，不是一般人念佛都能往生啊。所以李老师以前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啊，真正往生的只有两三个啊。那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放不下啊，就是没有依照经典教诲呀、去落实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啊。古大德常常教给我们持戒念佛啊，敬业三福最低限度要把第一条做到啊。你看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四句前面两句就是弟子规，后面两句就是十善业道经啊。所以你能够把弟子规落实，十善业道经落实啊，你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就有条件了啊。你这两个没有做到的时候，你没有不居住条件的，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人家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没有照做，这个不行啊。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只有一向专念，你的条件只有二分之一啊。念得再好的时候，打分数还只五十分，还不及格。哎，你就晓得发菩提心是多重要。发菩提心啊，我们这个对联上联就是菩提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啊。啊，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对别人呢要慈悲啊，对人所谓是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呢 啊你要真做到啊啊，这样的人念佛决定得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克服自己的啊，这个一生呢，我们通常讲这个不好的命运啊，一些艰难困苦的这个遭遇啊，或者是自己身体不健康有病苦啊，有这些灾难，念佛是最好消灾免难的方法。我自己这一生走过来，可以给大家做个证明啊！啊，很多老同学都知道啊，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怎么会延长这么多？啊，这是靠这一生呢念佛。啊，老师那时候教我们讲经，都有关系。啊，李老师非常慈悲啊，同学当中啊，他会看相，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个面相很薄，就是短命相，他就劝他发心出来学讲经啊。讲经呢确实能够延年益寿啊，啊，转得最快，啊，比修其他的法门都快，啊，这是容易直接得到三宝的加持，啊，我们把自己的精神体力奉献给三宝，啊，为三宝啊这个正法久住来工作，这就得三宝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个转变这个业力啊，不但是快，而且很大。
这从前这老师的悲心呢，我们同学二十多个人当中啊，有好几个了，都是这样情形，啊，都是相很薄，没有福报。第六个问题，他是全家人都不肯学佛，甚至于还会阻碍我念佛，真的很灰心，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念佛了，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最圆融、最方便的方法。家里人阻碍呀，你就注重实质啊，不要去注重形式。啊，形式当然你家里人就不高兴了。你凭你手上拿一串念珠阿弥陀佛，你家里人看就头痛了。我拿一张报纸，人家看的，我想我一个字做一个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是一样就是吗？那他不就不看不出来了吗？看到你还挺用功的了，你每天在读书了。方式很多，自己要会用啊，自己要会用啊，这个是不拘于这些形式。到你念到功夫清净的时候，他就会来问你了。那总得要有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你会全家人都得度。为什么呢？相貌不一样。念佛的人说，我常常讲啊，你念佛功夫在哪里？从你相貌上看。你是不是真有功夫？从你体质上看，相貌改变了，身体强壮了，这个人家很羡慕啊，不学佛的人都很羡慕啊。他说，你用什么方法保养的？我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保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每一天读几部经，心地清净慈悲呀，没有恶念了，所以你的相貌就变成了慈祥啊，那个心地醒悟的人呢，那相貌相上都有杀气呀，看到的人感到恐怖啊。这李老师以前我们在一起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的，他遇见有一些人呢，那个人的时候见到之后啊，你就感到很恐怖，不寒而栗，杀气太重，那个没有善念呢，他那时候给我们取出来，这个生平所遇过的人。那么你一看到这个是在深山修行的老和尚，你就看到说他那个气氛就非常慈祥，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磁场啊不一样啊，这个修行念佛的人磁场好啊，所以这个有关系啊，我们重实质不重形式。我这些年来参加许多国际会议，也访问过一些的是专家学者们，每一个人见我一定会问我，法师，你用什么方法保养身体的？都要问这句话的。那么这个什么？这事实证明。我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是学佛的，甚至还是信仰其他宗教的，我们不想改变他的信仰，我就告诉他，我保养的方法是清净心，心地清净，
素食啊，饮食有节制啊，不吃零食啊，这个生活很正常，有规律啊。那我告诉他说，清净心跟吃素素食啊，那素食有时候对他们很为难，我就要告诉他，现在的肉食带的这个细菌病菌很多，要小心啊。50年前那个肉食啊，你可以放心吃，今天的肉食你要知道之后啊，你不敢吃啊。那些养猪养鸡啊，他怎么养的，都是在笼子里头养的，你到那个养鸡场里头一看你就晓得了啊，小鸡孵出来之后都是关在笼子里头啊，喂它的是化学饲料啊，所以你看它长得很快，像吹气一样的我好像是在前年在这个山东庆云参观一个养鸭场，我跟很多同学说了，我就看的时候，养鸭场的人拿了一只小鸭啊，那个小鸭有我的手掌大，有这么大，他问我法师，你看这只鸭子都出生了几天了，我看那个样子至少一个星期，应该是一个星期到10天他才能长那么大，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哎呦我就呆了啊！我说你这一只鸭子就要这样多少天就可以那就卖去了，对，2个星期喂的化学饲料啊啊！所以我听了这个话了，我就告诉很多同学啊，以后鸡蛋鸭蛋不能吃啊，为什么它不正常啊？哎，你常常吃这个东西，你慢慢就长奇奇怪怪的病，这种道理，它不正常。就是我们从前在农村里面，那个鸡跟鸭呀长大的时候，总得要半年呢，这么长的时间呢，它怎么2个星期就长那么大？你说多可怕？那一只猪长大的时候拿出去卖的时候大概不到2个月，不像话了现在，哎，你还敢吃它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懂得善巧方便呢，这个念佛是很不容易遭受人障碍的啊，他在心里念不表现在外面啊。第七个问题，他说念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心里一直啊不踏实，有不踏实感，他说阿弥陀佛真的听到我在念他吗？临终时他真的会来接引我吗？我给你肯定的答复，阿弥陀佛不会来接你，阿弥陀佛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要问为什么，你有疑心啊。大乘教里的佛讲得很好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怎么样念佛呢？这念佛有3个秘诀，第一个就是不怀疑，第二个是不夹杂，第三个是不间断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多
不舍六根，尽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前面两句是修因的，后面两句是果德了。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啊，不要再加其他的法门，这不假方便就是一门深入，不需要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一门深入。功夫到了时候，心开就是开悟了，哪有没有感应的道理呢？你带着怀疑的心就糟了，全功尽弃，只能说比不念好。阿赖耶识里头怎么落一个印象呢？这就是阿赖耶识种一个佛的种子。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有成就？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法门，你不怀疑了，就会有成就。怀疑是不会有成就的，夹杂不会有成就。那我们许许多多念佛人，到最后不能往生，大概原因不外乎这两种，一种是夹杂，一种就是这个疑惑。那么补救的办法呢，就是多学经教。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念佛堂，为什么每天呢还要教大家听上几个小时的经，主要就在此地。这个听经呢，帮助我们断疑生信，道理在此地。另外一个这个目的呢，听经也可以把你的夹杂打断，因为你不听经啊，他又胡思乱想，一面念佛了，一面想东想西，这个也是把你功夫破坏了，所以我们的念佛堂，这个大概总是每天有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学习经教，也是叫你听。下面第八个问题，他说为成人介绍阿弥陀佛倒还不是难事，说可是面对小朋友和年轻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明极乐世界的殊胜。你要介绍极乐世界的殊胜呢，你先一定要把无量寿经弥陀经或者是观无量寿经呢，把它念熟。不但要念熟，要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才能够把净土讲给别人听。那给这些年轻人，你要有智慧。智慧就是灵活的讲法，不是一个呆板的说法。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太空当中像我们地球上这个人类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太空当中的星球现在是肯定有一些高等的生物，甚至它比我们还聪明在科学技术的时候超过我们的很多这些年来这个报纸杂志常常看见的，所以说外太空的生物你看到像飞碟，这飞碟不是我们地球上那是飞行工具人家从别的星球飞到我们这边来的，那肯定他的技术比我们高明，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虽然发射这个火箭到太空探险非常笨拙的方法，还没有他们那么灵活他们这个用的使用的交通工具速度之快
那无法想象，而且它可以在空中停住啊。这个飞碟我曾经看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佛啊，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在台湾啊，很多人看见啊，第二天报纸上还登了啊。我们看见就是一个红色的光啊，一个红色的一个光，圆形的一个光啊，停在空中不动啊，大概总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原先我们以为是这个军队里面的信号弹打上去的，哎，但是看了也不像，啊，看了很久，啊，很多人看，大概五六分钟之后啊，它就慢慢移动，啊，我们晓得那就不是，它慢慢移动，移动下越移越快，啊，几分钟之后的时候，非常快的速度一下就没有了，啊，第二天报纸登起了。那么像这些事件的时候，你在这个报纸杂志常常看到啊，很多地方发现啊。那这种科技的时候，我们地球上现在这个科学家还望尘莫及了，还造不出来了啊。那么还有人说这个是一些记载的啊，我们没办法证实啊，他们的这个飞碟降落下来，落在地面啊，跟我们地面上人交流啊，我们称他为太空人啊。这个一般看起来太空人个子很小啊，大概只有一公尺多的样子，哎，听说是头很大，眼睛很大啊，这手指有三个手指啊，我们五个手指，它有三个手指啊，有没有这些报道啊？那这个东西你们相信不相信？如果相信的时候，极乐世界在外太空，哎，那个地方好啊，比我们这好多了，我们这个太生活太苦了。哎，那他们那些科学技术比我们这更高明。为什么呢？空中飞行不要这些工具啊！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凡是用这些工具到某个星球探险的，这是人道啊，这个不是天道。天道不需要这个工具，哎，他那个能力就更大了。在我们中国，神道、仙道啊、天道，这个飞行都不需要用借任何工具啊。那它怎么样呢？这个就是现在在科学上都能解释啊。它把身体是物质，就是物质跟能量可以转变，它会转变，它把这个物质变成光。那光的速度就快了啊，到达那个地方呢，它才把那个光又变成身体，这就高明了啊。这是我们科学家的人的梦想的，看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发展到这个程度啊，不需要用任何工具啊，有能力，就是能与智可以从自己意念上来转变。那这个是在理上讲的是决定可能的啊，但是在方法上讲呢，现在人还不懂的啊，但是在佛法里都知道，用禅定的功夫啊，甚深禅定就产生这个力量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外国都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啊，有些特异功能呢，那个能量很强，实在讲呢，正常的现象啊，这个能量每个人都有，不是说他只有他有啊，还有比他更高的能量啊，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意念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就是意念啊。他这个意念集中，就产生很大的能量。我们今天的意念散乱，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所以你的精神意念不能集中啊，所以它不起作用啊。如果能量集中啊，就起作用啊。所以禅定就是把能量集中啊，心里头没有妄想，哎，它就起作用啊，所以神通就发现了。第九个问题就是想一想，这辈子也没做过多少好事，甚至于还做了不少恶业啊，像我这样一点善根福德都没有的糟老头，是吧？阿弥陀佛还肯接纳我吗？这个放心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造恶业只要你能够忏悔啊，忏除业障，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能去的啊。善导大师跟我们讲，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那为什么李老师又说一万个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去呢？他们两个人讲的话没有违背，是一个意思。修啊，要如理如法的修，那个万修就万人去了。你现在这些念佛的人，他不如法嘛，啊，你不如理不如法了，当然他不能去嘛。哎，所以从前人呢，那个念佛是真修，现在是假修，不是真的。你要真的讲，哎，明天你就可以往生了，他就会吓死了，这不得了，明天我就要死了，那还得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这个念佛堂挂个牌子说明天就要往生，一个人都不会来，是吧？是吧？没一个人来了，是吧？所以可见的是，是假的，不是真的吧？哎，你从这个地方去就会了解了，哎，所以，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没错，啊，李老师说一万个人只有两三个人去也不错，啊，都是说的实话。底下一个问题是经文老是背不起来，佛号啊，又念的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真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不如法。经文不能背没有关系，这个不碍事啊，你要能多听就好啊。你这种状况呢，这个佛号念得上气不接下气，多半还是业障重，这个妄想杂念太多啊，对自己没有信心啊，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啊。你要把这些毛病通通改过来啊，克服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克服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听经。如果能够说保持啊，每一天至少听四个小时讲经啊，现在这个事情不难呐，你这个听光盘就可以啊。一部经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啊，你听上一百遍，听上一千遍，你的心就定了，你这些毛病全都没有了。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为什么呢？这个几百遍一千遍听下来心定了啊，就不会心浮气躁了，也不会胡思乱想了。道理在此地，哎，所以听经啊也是修定的一个好方法啊，摄心的一个好方法啊，摄心一处无事不办，这是
一教经里头说的那么有这个功夫了，念佛就会有感应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下面第一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就是姑且不论有钱没钱，健康和生病，一个念佛的人与没有信佛念佛的人，他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差异？差异很大啊！最大的差异就是念佛的人，他一生他有一个方向，他有一个目标啊，他知道他将来到哪里去啊。那个不学佛的人就没有，他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不晓得往哪里去，这个的确很糟糕啊，实在你越想越恐怖啊。在佛法里面讲，他决定还是随着业力所转啊，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啊，将来生到哪一道去呢？那就看你的业力了啊。如果你善业力量强啊，你会在三善道；恶业力量强呢，那你肯定就到三恶道了。三恶道去很容易啊，出来很困难的啊，这个是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说是越迷越深呢？啊，六道里头，佛菩萨、古大德都说啊，六道里头人道是比较容易觉悟啊，原因是什么呢？苦多乐少，容易觉悟啊。所以佛法就常讲啊，富贵学道难啊，富贵人家享福，他没有遇到什么苦难啊，不知道什么叫苦啊，那你叫他来学佛，他觉得学佛很苦。贫穷学道难，他三餐饭都吃不上，你叫他来念佛，他怎么能来呢？啊，所以人道就好像小康之家，啊，他不太富贵，但是他也不是很贫穷，啊，这样修行呢比较容易，所以六道里头，人道是最容易接触到佛法，而且修行呢成功的很多。这个就是学佛跟不学佛呢有很大差别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功夫如果是得力的话，差别就更大啊。学佛的人心清净啊，这个妄念少，所谓是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不学佛的人说，那肯定是妄想杂念多，没有智慧啊。